我真的很抱歉，然后我会负上完全的责任。喝完这一杯，我正式宣布戒酒，一辈子也不会再碰酒。我的你拦住！我的你拦住 ！I'm trying to be the best that I can. 我的你拦住！看来还没治好，真的很抱歉，然后我会负上完全的责任，是我自己失控，是我自己犯了一个我自己最害怕会犯的错，终于发生了，我自己会去好好的调整一下我这边还有我这一边，我可以跟大家保证，我会尽我的能力去改变我这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这边的事情。喝完这一杯，我正式宣布戒酒，一辈子也不会再碰酒。在2009年在香港，我跟他们道歉，我的承诺是戒酒一年，我有达到这个承诺，我的病已治好了。不会再有问题了，看来还没治好。那会跌跌撞撞啊？对，那家。直接打那个老板娘。叫他叫警察！我的拉住！好来，我做了什么让他可以叫警察来弄我 ？You， 哎，什么爆料 ？You want a hot shot and trying to sue me？本所接获民众报案，称有人在餐厅闹事。本所警力获报到场的时候，其中一方当事人已经离去，现场已无上次所说的这个闹事情事。本所在今天通知相关人等到所说明，经了解，原因是因为邻桌相互之间因为音量的问题，进而产生口角纠纷，后续更有推挤造成受伤等情势。事后双方自行达成和解，全案讯后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予以裁处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